我们找工作也有选择权啊。大娃，不能说我们找工作要求你了，好不好啊？那都一样，看每个人。那个实际上是现在。好像我们找工作是说啊，就是说不让你。先听你说，还是先听我说？好吧，我把来龙去脉告诉你们。昨天晚上我们跟政府说要吓死他的，要去摆明安保人员，我们就开始发工资。到昨天晚上发的那发和今天早上发的那发，两个单子到我们这边发货。到了晚上11点多的时候，12点多的时候，政府说暂停，然后外地的人不要，那我们又开始发工资。那么到明天大家就有这个现象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一晚上都没睡，别说那个发通知了。我们这是哪个快递？他都发的，有款台的，买一个，以前我们就赶紧把它先赶紧把它交，别说我有，但是我们就跟这边开始打的，我说有些人，但是我们先进入状况哈，叫他们抽。从地毕竟是那边的。全部查下来。维权。有喺度唔走啊？有最起码有一半人不走。我把这木头先挪开，你们紧张不了呀？我跟大家讲，你们通知他们马上停工，停机器了，啊，把这木头先挪开，你们走，好吧？都想逃离这个充满毒气的上空，但凡有点机会，都不想在这里多待一个晚上。这边严了，都不管的，这边一家四口，应该是。哎，太难了。你没有来的吗？你都不西南的呢。西南的，这里是西南的位置，又没得位置，不想要洗澡。不想也没得风声，也不想有气力，反正也搞不清白的，要我们管理去准备弄搞。这怎么顶啊？
是吧？完犊子了啊！我们这里马上要被封起来了，是吧？马上要被封起来了。完了完了，小区全封了，来几个大卡车，转圈小区全围住了。完了，等会儿还有车来呢。完了完了，全封了。兄弟们啊，你们看领物资现场，这从早上开始发到晚上，还有这些人，看着队伍有好长啊。这里转移红马杨子安，转移到应该是方舱吧。上中桥这里集合。进天外，喂，进来呀，进来呀！这是隔年是多少呀？哦，他们在下头，对，一百零，没有啊！不要笑，不要笑。下一个倒霉的是谁还也不知道。每个人都做好自己防护。他们有好多人都不愿意进去，因为在这里晚上在这里睡大街都可以的，都在这里的那个义警成员都广州农商银行这里的。
我都在这里睡觉的，我马上进去扛着你们去，还在外面没的，这全部在这里的是大姐。都在这里的是大姐，都不想进去，我没办法只有进去了。在里面睡的话，睡觉的话肯定比外面肯定好很多，在外面怕走感冒什么的。睡大街，对，我们来睡大街。这把中巴车把我们接进去了，他把我们搞进去了，不能在外面了，外面不安全。